基本上就旺啊，藤旺、藤旺加花青，呢啲花青啊，花青啊，花青藤旺加花青以後咧，以後咧呢啲色咧，呢啲色就係、是、啊，即係綠色嘅，永遠都咁開嘅啦啊，先攞啲藤旺啊，攞啲藤旺啊，攞啲藤旺。加啲花青，加啲花青，咁搞啲教教佢，啊，咁可以一隻碟係咁嘅，啊，一隻碟係咁嘅，呢個叫土，呢個叫土青，啊，呢個土青，啊，第二隻碟咧，嗱，呢隻碟咧就花青，啊，加麻，啊，花青，啊，加啲呢度有黃色嘅啦，啊，加啲麻，嗱，咁加啲麻，掛呢度，啊，唔好搞到佢。呢度藤黃都要加啲藤黃啊！呢度藤黃加花青啊，加麻啊，呢啲深色啲嘅啊，呢啲深色啲嘅嚇，呢啲深色啲嘅啊，深色啲嘅呢啲深色啲嘅嚇。嗱啲麥咧就擠喺度先啊，咁啊擠喺度先，然之後用啲麥米啦，有小麥咧擠喺度。嗱咁啲呢度啲黃色咧，咁先呢啲草根先靚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淨係清啲啲咧就唔靚嘅嚇。咁即係話要溝啲墨落去，啊溝啲墨落去，溝少少啊，多嚿黑掹掹寫出嚟黑掹掹人嘅嚇。咁開始寫嘅時候咧，開始寫草嘅時候咧，先攞呢啲，啊然之後攞啲花青，花青即係就啊，如果加啲墨，咁開始寫，咁啲色咧先舊色。啊，睇住寫，睇住寫啊！嗱，一個一左，一左一右，啊，一左一右，嗱，又是左，即慢慢拉落嚟，啊，慢慢拉落嚟。其實呢個無形嘅線啊，無形嘅線啊，無形嘅線啊，無形。如果你養個魚嘅時候咧，養個魚嘅時候咧就嗰啲草係咁彎彎地噶嘛，係嘛？呢個無形嘅線啊，然之後跟住呢條線啊，慢慢咁等佢拉落嚟。你記得一。二三四五，嗱呢個兜上，呢度又要兜一兜，啊兜一兜，啊咁先靚啫嘛，啊，啊，嗱咁咪彎啊，嗰啲有好多分支噶嘛，啊分支，咁啲分支啲咧就淺色啲，就加咗黃色啊。加少黃色，啲亂枝啊嘛，啊咁啊黃色啊，啊呢個分枝，嗱呢度分枝，加翻綠啲，嗱咁咪靚啲咯。寫個主幹，然之後加啲分支，啊，咁啊四草一幹啦，係嘛？第一步，第二步，啊，第二步，第二步嚟啦，離開啲，離開啲啊，離開啲，大矮啲啊，大一啲，嗱，又係啲支開佢，啊，分開一左一右。呢留翻個空位，啊，留翻個空位，啊，咁先靚啦，啊，第三步啊，第三步睇啲。
換兩年啊。如果你想再靚啲啊，再靚啲，呢度加翻啲啦，呢度加翻啲啦啊，咁啊靚，又可以上，可以上到啦。啲魚喺啲草叢度捐出嚟嚇，捐住捐出嚟。先攞錢，後攞衫，點埋一路寫到咪錢咯。啊，寫到盡嘅時候咪錢，係嘛？所以你呢個人識，你唔好話蚊子公司公開，一陣又笑開啲門，又一蚊子公司喎，好似係戲嘢就係不同嘅顏色，搞到啊有啲深啲，有啲綠啲，啊有啲黑掹掹啊，一定嘅注意啊！你哋多數都係知啲多顏色出嚟。揾啲工，工啊，工四四下唔夠啦，又試，又開，點唔同色？又試，嗱，又試揾啲白，又黑掹掹喎。講啲得啦，所以一定要個大嘅範疇啊！嗰啲色能先統一噶嘛，佢一陣就綠色，一陣就黃色，一陣就黑色。五顏六色，紅黃咩綠色，係嘛？花車同埋黃。如果有帶嚟嘅，你關啲魚出嚟。第一張。